现实正好了，我不想讲了，快点。电商玩法也讲了嘛，接下来影片是很简单的。差点把手机用掉。接下来应该会一直十连车吧？不是说可以加速吗？涨够快吗？有些我觉得它叫威力加长版，就是因为它可以加速。OK。不是刚好了，省时了。活动是什么？这名声蛮大的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的要求我都知道了。你现在最重要就是赶快抽嘛。把它抽光，把它抽光。我就要嘛，就直接讲。就直接讲武将就好了，干嘛浪费时间在这边？哇 ，Amelie！ 好，郭家啦，郭家啦。那郭家他是什么嘛？那来在这边，我们这边可能先把橙色角给 OD 掉 ，OP 掉。真的？不是抽到了吗？而且我跟你们说，他得有那个技能。这个展示是什么意思啊？来聊天，我觉得游戏就这样，有时候玩了就玩到停不下来，你知道吗？